然后我让远，今天呢买了5个猪蹄儿，拿这火烧一下，清洗一下，今天做一个黄豆焖猪蹄儿。店铺呢上架一款的芸豆焖猪蹄儿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小店转转。这黄豆呢，这是提前泡好的，大概泡一个6-7个小时，把它换几遍水。猪蹄冷水下锅，先焯一下水，里边加点白酒去腥。这猪蹄儿焯透水以后了，把它捞出来。锅里边烧点油，把这个焯好的猪蹄儿炸一下，这样炖出来的猪蹄儿呢，更香，不腥气。来点冰糖，炒一个糖色。烧开锅以后啊，里边来点生抽，添入白酒，放这料盒，这里边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小茴香、凉姜，放入这个葱姜。这是泡好的这个黄豆，跟这个一起炖。先小火先炖它1个小时以后再调味。这猪蹄呢已经炖了1个小时了。现在调一下味儿，里边来点盐，加入点胡椒粉，调好味儿以后再小火再炖1个小时。这猪蹄呢已经炖了2个多小时了，也已经炖好了，现在把它出一下锅。来吧，哥，炖猪蹄儿，快点啊！好了，出来锅了。我今天做的这猪蹄儿呢，是用黄豆焖的，黄豆焖猪蹄儿。店铺里边卖的那些猪蹄儿是用的芸豆。我们先尝尝这个今天炖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，尝尝着来。这黄豆应该也软。我给你入底了，快软。可以。哎呀，可以了啊。好。是吧？怎么样，味儿这个？挺好。行。好。软的，软，看着挺软的，脱骨了。
那家伙得咱们人啊。嗯。没有。啊？没有包。这才是家伙。嗯。叫什么？好着呢，走，是吧？走吧。叫，给你写了几个。圆的正好。嗯。你还要吗？嗯。不是，这人家地可地道。嗯。嗯，我大伯这我你大爷唱王子荣，这表现正好，这味儿还挺。咱这手不沾，软，嗯，正好，嗯，我又把这个都，吃这个少人的慌，这是少了，这是香了吧？香了，几个了不嘞？几个了？我要装，好了没了地儿，几个了？我一号忍住，主要是我好忍住，几个爷们儿也挺好，嗯。